是我鞋子急啊。这急想要打你哦。永远不急。那两面是隔一点颜色调出来。来，什么颜色？哎，比较喜欢绿色。Hello， 欢迎来到出来日常 UI。大家一定想说，标题明明就是吃烧肉，为什么我现在在路中间，而且还在勤美附近的 Nova？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这次要吃的烧肉是在中一路，然后也是在勤美附近，所以我想说提早大概一个小时来看看勤美有没有什么圣诞节的装饰艺术。结果我打开相机的时候，此相机没有记忆卡。不过好险我们是在 Nova 附近，所以呢我就马上去买了一张记忆卡。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也没办法逛，就带大家稍微略过就好。祝福飞行机，这个是可以寄明信片，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而且这个圣诞树上面还是有脸的圣诞树。就这样，本来想说来这边就是慢慢的悠闲散步个半个小时，然后再去吃个烧肉，应该会不会吃的比较好。结果匆匆忙忙的，实在是好气细呢。这次要吃的是悠喜烧肉，本来要吃风间烧肉，不过因为我们是临时要吃，所以就订不到位。这次是表哥要请客，所以呢一定要是吃烧肉嘛。然后我爸妈也会去，瑞子也会去哦。瑞子，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哦。说，你知道怎样吗？我刚才不是在外面录你吗？结果我没有把麦克风开启，哇！谁看，全部都没了。那怎么办？所以就是让他用看的就好，没有声音，默剧。他们在讨论要吃什么，可是我跟瑞子就坐着好。现在的大金子在这里，最帅的。大金子，最帅的。大金子，大公差，大公差。因为他升官了，所以要请我们吃。他本来是要请我爸妈吃，然后我妈就约我来，可是我跟他讲说我就自己付钱，他说没有，他一辈子升官就只有一次而已。没有，我的意思是一辈子请客只请一次。太烂了吧。谢谢老板。好，沙拉米达收在旁边哦。谢谢老板。沙拉米坐着，给相机喝一下。他这也是鸡汤，不过他的鸡汤比较清淡，很像香菇鸡汤的感觉，对不对？对不对？你们的脸是不是认可，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香菇鸡喝起来就是香菇鸡汤的味道。我们是点了两个两人，然后一个三人。我欢迎新郎进场。你第几次结婚？一次就吓死了。他送我，然后他说这是三人套餐的泡菜，我想说这也太少了吧，然后我就想说说不定送来两人份还比三人份多，就他真的送来的时候一样啊。什么意思？他给了生菜，这是三人份的哦，你给我两人份，这什么意思？太白拍不出来，这些盘子还没洗干净。这样两人份，他这个是三人份，食过拌饭。这一块大块的是咖喱三个十个盐，稍后我会过来帮你们做烧烤。也还没肉的多呀，看好吃的。OK， 就不喜欢。每次人家上人才要讲，他不喜欢吃芝麻，上面有芝麻。所以每个烧烤都有芝麻，对不对？才能比较有颜色啊。OK。不要芝麻，不要浪费，不然我也剥掉啊，对。OK。这是他的石锅饭，看起来颜色蛮淡的，我也不知道吃起来有没有味道。是啊，味。大家吃它里面我不知道怎么懂的，有一点点一粒一粒的感觉。可是因为就是锅巴，你知道锅巴是什么？什么东西？锅巴就是有一个石锅，就会把那个饭放很久，然后故意让它掉掉，你懂吗？然后就会一片，那叫锅巴。有的人蛮喜欢吃锅巴饭，那硬硬的，会把故意煮到硬硬的，然后有点烧焦的感觉。好，下次是锅好。哦，对，它是蒜跟葱，没有什么特别味道，不过蛮好吃的。跟之前效果好，香米香跟百里香，那可以提升肉质表面的香气。赶紧介绍一下肉品哦，浅色的部分是蒜香葱板猪，深色是红椒盐猪梅花。这是海鲜粥吗？我来帮你开盖啊。好啊。
就是海鲜粥啊。他这里的那个红茶跟绿茶、啊、都可以续杯，他帮我们选好了。老板先吃，老板先吃，问一下老板的口感。我们来，请你形容一下。形容啊。蛮久。好。那好没。啊，尴尬。我把这个软吃掉。对。啊。我三个都是这样。对吧？这个、我们单点的牛舌看起来蛮赞的，没有帮他吃，他只是尝过去喝了。哎呦哎呀，他们招待我，可是我还是会实话实说。谢谢。哎，全是 PY 日常吗？是不是招待你的？那你觉得好吃吗？很好吃，而且我今天很饿哎，真的、哦，你今天中午又没吃东西了，对啊，因为素食，真的假的啊？因为谭秀国中礼拜一都是素食，从我那时候就这样啊，礼拜一就素食，所以我也不会吃，我就会带泡面去吃。这样，对，有一天是素食，礼拜一，然后礼拜五都会比较好吃。是瑞子的续杯的红茶，它这里我觉得饮料可以续杯还不错，可是只有红茶跟绿茶、哦。我觉得它这边呢、啊，口味上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啊，不过我觉得它的那个摆盘跟装饰都蛮夸张的。然后都蛮气派的，然后都蛮占空间的，不过不过还好是他的桌子够大啦，这个算六人桌，不过我们可以坐七个人，其实算蛮不错的，坐七个人也觉得还好。旁边的蔬食都会蛮多的，南瓜、洋葱，然后杏鲍菇、玉米笋。我来吃看看，这是他说他们的私房菜，鸡颈肉，搞性给吧。我来吃看看，还是椒盐鸡颈肉。还蛮嫩的，它这里的那个海鲜算分量多的，一般一份只有一颗，它这里一份是两颗，虾子也是一份两只，所以这样是一个套餐的分量，还算蛮多的。然后这是我没看过烧烤店有这个鲑鱼，奶油鲑鱼。所以明天我们要去户外教学，开心吗？喵喵喵喵。这还有是你吃啊，你吃啊，你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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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你吃就好，你吃就好，你吃吃，你吃吃吃，你吃啊你吃啊，不要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没关系没关系，喂你喂你，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买了买了，不烫了不烫了，你不也喜欢了，刚才吃掉了，对啊，加了加了，哦，没礼貌，台湾是。就知道你不会讲。台湾人的礼貌不是就是要推来推去，然后一直不用不用，你来。哎，你怎么吃的？我跟大家讲一件悲剧的事情，就是我的麦克风。没电啦、啊！现在是相机的时候，应该蛮吵的。哎、欸，为什么常常都有事情？今天都没事，就你。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好不好？因为只有我会把有事拆出来，其他人就是不会把有事都拆出来。就可以掉了。对啊，我太真实了，太真实。这是他们的双七零，什么爆米花焦糖八八八，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七好像人家说最好用。这个是莲子汤，然后有这个马吉三颗。谢谢。真的来了，因为今天是个骗局。他奶酪竟然还有布丁猪尾。好、啊，好、啊、尴尬。好尴尬。好、啊，可以。不用，可以呢。就是很明显的香草冰淇淋，上面撒焦糖酱，然后爆米花。你们能想到的口味，你比较喜欢吃这些冰，还是上次那个瓦库的冰？瓦库那个抹茶冰啊？看我看镜头，我还想的时候不只有我在看。
上面有脚踏的。那个上面有提示，贴这么高我看不到啊。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我是比较喜欢香草，葡萄还好。真的、哦，我觉得抹茶那个也不错吃。抹茶那个有那个雪花冰，还蛮好吃、啊。所以你比较喜欢香草，可是那个比较大碗。那大碗哎、欸，好大碗。我处理掉。清淡呐、啊。大能啊。你再打一次。四五六次。你再打两次。我是我鞋子几号？是，连讲几号都没有在记的。手放下。君子当跑不当少。手放下。你在举起来都打你哦。你在举起来都打你哦。永远不举。要给他面子，这样子。给他一点教训，给他一点颜色瞧瞧。来，什么颜色？对啊。那你比较喜欢绿色。感谢感谢啊，错了，不要问好了。老板，讲一下今天的吃完的感觉。虽然说，就一辈子一次啊，什么意思？一辈子请一次。没有，我说今天吃肉的感觉，不是乞丐的感觉好吗？优秀，优秀，真的好吃啊，优秀，优秀。那你觉得优秀吗？他一直跟瓦库比，因为他钟爱瓦库。对啊，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就一直跟他比耶。我以前吃过那个乌麻，我也不会想要把乌麻跟烧肉的地方比。所以我就是不要带你去吃瓦库。对对对，是一个错，就是你不要带朋友去吃瓦库了。因为瓦库太好吃，所以呢，我妈就有点小失望。那这个人，你说吃完这家，其实我还要再吃多煎一点才可以做。谢谢老板。没有，我觉得每一间有每一间的特色。对啦，所以这一间好吃好吃。这一次我还去，他刚才我在里面有问过了。嗨嗨嗨。各有各的特色了，它摆盘真的很漂亮。谢谢。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喜欢影片就帮他赞啊，坚持做我 IG 不好，快去，拜拜，拜拜。然后他怕你不做，还是要做他们的车。然后他等下说我儿子急，我们要出来，他就赖我说我回去载你们，然后我就说不用了，悠悠会载我们。然后他自己就回说我又自己一个人。哇，随便讲一讲你也信了、哦？拜托、哦，又在讨拍拍。神经病，随便讲一讲，他很傻眼。找我们，我自己一个人。你自己回去。我骑摩托车来，怎样？